好的，你好，我是李小马啊。你看，今天陪这两个来吃拌面来了，这俩还在犹豫，随便要不行了吗？吃拌面又不是吃个啥胀囊胀囊子的，要啥都中。拉皮子吗？要啥？哎哎哎哎，你要的啥？我要的土豆丝。他要的啥？他要的韭菜肉。韭菜肉，可以坐吧。老规矩哦，又是吃饭前的必修课了。饭前再不要一根烟了吗？饭后再一根烟吗你？啊，该点点上嘛。新疆的老规矩，洗盖碗子，洗茶碗子，先泡茶，等吃饭了啊。同时呢，小马有个好消息给大家分享一下啊。我不吃，我这个心情我能吃得下去吗？今天是我掏钱，你们俩放心吃好不好？啊，小马给你们俩今天请客，好吧，不蹭你们俩饭了。不要感谢，小马今天有个喜事。前面我来的时候刷头条，看有一个人退税了嘛。然后那个小伙退了多少钱我不重要，然后我就试了一下，小马也可以有税可以退了。我现在就给你们看、啊、这个退税就咋样的流程。玩头条的人，但凡有收入的人都可以去尝试一下。我看我这个税上有多少钱，我前面偷偷的看了一眼，反正是挺不错的，看看。挺乐观的。啊，挺乐观的。挺乐观的。哎，胖子，今天我请客，你们点点什么大盘鸡、烧肉这样的东西吗？啊，最好的还是家常面。最好家常面，家常面，哎呦，还盖了个蛋，很细心啊！你别说，是吧？煎鸡蛋，可以，一样一半啊。在他们剪菜的同时呢，小马给你们看一下啊，小马这个人所得税的事情啊，这个人所得税就头条上面，我刚下了个人所得税这个一个 APP 啊，给他们打开看看。然后呢，我刚已经注册完了，这是个人中心里面。然后信息先不给你们看了，我再找一找，然后再拿综合这个年报里面汇算里面，然后就选到2020年，就是去年嘛。哎呦，吃那么香，这吸溜吸溜的啊！你挣着？我不挣，我刚查翻的。然后看一下啊，我刚已经提示已经交过申报了，然后呢，我申报详情给大家看一下啊。申报详情是，哎，哦对。然后待申请退税里面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去年要退的应退税额是多少？哎呦，哦，就是这么多，对，滞纳金这东西没有，就去年总共一年的嘛，是吧？然后申请退税，申请完之后继续退税吧，等它的图秒时间，继续退税，添加银行卡信息啊，那等一下我添加一下啊。先完就给你们看一下，先看他们两个吃拌面吧。这两个吃饭真的香啊，这声音，我刚吃过饭都有点惨。哦呦呦呦呦！哎，你们两个报仇来了吗？刚才和拌面生气了吗？那真是，不知道人又雇两个演员来了，这样吃拌面的，加个面吧。啊？要加面。要加了哦。老板，加两个面。加面啊？嗯。要不这么好吃？这么好菜可惜了。大份面。嗯，大份面，多加一点给咱们。差不多行。差不多行了。加两个面。加两个面。好。再来口蒜。再来口蒜啊！家常面这个土豆丝真是经典菜系，至于配辣皮子也行，配韭菜也行，是吧？嗯。其实我觉得豆角也好吃，豆角拌面，不过这个季节不对。嗯，免汤吗？你可以来羊肉汤吧。免汤。我这个卡现在不在身上，我要添加卡信息之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啊。所以马上回去之后，等他们吃完饭回去之后，给大家拍个结尾。添加卡之后再看吧啊，好不好？加面来了。哎，看得馋了，肚子饱的，小马真的就啥，眼睛大肚子小。前面吃的饱饱的，看着狼从吸溜吸溜把人吸溜饿了，来一个面汤再来一个。哎，我不吃了，我真不吃了，咱们俩不客气了吧？啊，好，马上给大家拍下最后的结束。两个啥？拌面复仇者联盟。刚吃完饭出来找钱包来了，看下雨了，这应该是今年的第一场雨吧，挺不错的，就跟今天的心情一样，就跟今天的政策一样的，退的个人所得税嘛，然后钱包没找到，等我完了再去找吧，然后就没给大家拍后续的东西，但是因为那个钱应该出入不大吧，他说退那么多，应该就
就推那么多吧。反正同时，谢谢国家的好政策，谢谢所有粉丝给小马带来的这份东西吧，算是小马礼物吧。小马今年继续好好做，然后争取拍出更好的视频吧。就说这么多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的支持吧。